从驻日代表处横滨分处呢收到这个包裹啊，我们没有跟代表处要求任何东西，这个应该是他主动寄来的哈、啊，看看有些什么吧。当当，巧克力。拆开驻日代表处的包裹，第一时间很惊喜，夕阳情人节这晚收到一大包暖暖的祝福。大概是有一封信啊，应该是张处长的一封信啊。拆开牛皮纸袋，还有一封来自驻日代表处长的简单问候，第一时间回馈旅客。昨天大量反映需要乳液、护唇膏跟漱口水，主动提供物资，还有联络方式。但最重要的却是代表处从 LINE 传来的问卷调查，似乎政府打算用包机方式将全上旅客带回台湾。因为我们原本就有东京飞回台北的机票，所以我只希望说，能够搭原班机，原本订的这个班机回台湾。回台湾的日子算一算，倒数四天。随着代表处的联系，返家方式也越来越具体。西岸情人节呢，看看船公司做什么。送我们喝红酒，今天晚上甜点也是情人节式的。情人节这晚，除了享受船上招待的大餐，台湾旅客似乎也随着船上隔离的即将结束，难得展开宵夜。记者杨忠胜、黄玲娟台北报道。